我就像砍叶伤害在猫子一样，我就是害怕，我怕我死掉了，死掉了什么都没有。一个人一个名，假立派位，早就立好了。写个什么？你良心的话，丈夫徐国是为情死。 Japanese are approaching from the north. It's beginning. Shanghai还在! 我们中国还有希望！不收了！把我扔下！我要命啊！疯狂啊！这些孩子个个都是爹娘生的。天上观察！ 与之无期挨见。 主子张大承认，仍以当举刃为父报仇，为过尽忠为义，让我子孙后代再不受此屈辱。